后换个形象。我9点还约了10点，待会儿还要去学姐家取个东西，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去跑步吧，5公里，加油！你说奇形怪状的柳树。好了，今天的5公里跑完了，开心啊，有点累，而且左膝盖有点疼。不过今天跑的还挺快的，因为毕竟后边有任务，所以就逼着自己快跑一点。OK， 就这样，不说了，回家洗澡换衣服，赶紧去学校。哎，我这个实在是晒伤太严重了，所以我今天决定涂完大家给我推荐的那个什么月亮唇，然后换个形象。是的，就是这样，我今天决定内衣外穿。把这个放在外边，当然了，外边还要再找一个外套了，不会直接这么就见人的。OK， 就这样，不多说了，赶紧走了，拜。好了，现在是下午的12点58，感觉超级累的。然后我现在再涂一点这个大家推荐给我的，叫什么香蕉唇还是啥？弄完了之后就开始做实验了。嗯，就这样，我已经都准备好了。